哇，太香了！好哇，哦哦哦哦耶！哇塞，罗斯怎么找我代言真的是可惜了。哇，你们不是让我胖一点吗？怎么又说我不减肥吗？不减肥吗？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饭，我今天就在机场吃了一口东西，然后就再也没吃了。好狠的心啊你！跟我团队那帮人一模一样。是一模一样，谁给你煮的？啊！我现在每次一说我要吃东西，空气都宁静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卖螺蛳粉，我只能吃螺蛳粉。试试，哇！哇！好吃。对啊，我直接拿锅吃。要看秃头，我又不秃头。热搜了，热了吗？没热，没是不是？那他们说热搜了。干嘛呀？一个热搜而已，至于吗？进池子了，在池子里。你看看，我就说直播有利，有直播那个一直播那个风水就好了，不是风水，对了吗？那个点儿就正了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一个热搜而已嘛，对吧？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天，主要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嘛。上一次聊什么时候？一周前啊，那么久，没有一周吧？不止一周了吧？11月3号，两个月了。12月3号，1个月。上头了，你们看我这样吃，你们不馋吗？我的目的怎么还没有达到？好啦，我考虑代言螺蛳粉啊。哎，螺蛳粉爸爸，你没有看到我啊？找我代言啊？是不是穷你？哇塞！居然不馋。居然不馋螺蛳粉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不是说什么粉随爱豆吗？哎，我不是爱豆是吧？就我喜欢什么，你们喜欢什么，对吧？脖子被谁亲的？哪有人亲我脖子？你亲，给你亲，给你亲。
牌子我不能说，说了不是打广告吗？他找我代言我就说，对吧？我小气巴拉的，怎么可能说？剑刺一家那个螺蛳粉，好想念啊！但是没有机会，可能没有机会再做了，太忙了。每天是吧，排练，上通告，上热搜，对，上戏，哪有时间做螺蛳粉？我是右手，怎么能说我是左手呢？但我踢球是左脚，我确实也是个算个左撇子吧，踢球是左脚。但是我不踢球，你看动画片吗？我不看动画片，我是个成年人。你看，那你看啥？嗨，还珠格格，还珠格格也是我小时候爱看的。对了，爱的厘米你们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哈，看完以后怎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看完了，还想打我？怀疑你到底没有看完。剑刺，你们都给我改姓了是吧？都怪那个傅龙辉。傅龙辉，我觉得他跟约翰有一拼。你们看到最后那个爱德里米看到最后哭了吗？啊？
可以办吗？有点过期的味道。它没有我做的那种好吃。我50万人看我，是50万吗？50万人在看我吃饭。等会儿我还没吃完呢。50万看我吃饭，现在有50万吗？没有50万吗？这对呀，这吹牛呢这。对，懂螺蛳粉的人知道汤是灵魂，螺蛳粉的汤。你没吃过螺蛳粉，你不知道，螺蛳粉汤要用螺蛳熬7749天，不是七七六个多小时才可以，所以它那个汤是精华。你能闻到那个味道，不只是酸笋制造出来的。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汤，汤料非常讲究，一旦汤料做不好，整碗粉都是失败。当年我做螺蛳粉的时候，光这个汤料就研究了一年。而且我保证让你们吃到无添加。哇，我也不能再吃了。真的50多万人啊，你在说你听不说50多万人。好热。6万多。嗯，6万多。我真的卖过螺蛳粉，营业啥呀？